大家好，今日要同大家讨论嘅题目系严刑逼供。假设警方捉到一位怀疑恐怖分子，亦都知道佢喺一个好多人嘅地方放咗一个定时会爆炸嘅计时炸弹，时间就一分一秒咁过去啦。佢唔认自己恐怖分子，亦都唔讲出炸弹放咗喺边度。而家想问大家，会唔会用酷刑嚟对付佢，直接讲出为止？而咁样做，你哋认为系啱，抑或系唔啱噶啦？当然啱啦，点都系救人要紧。有边位赞成佢嘅讲法嘅，请举手。OK， 唔该晒。站喺公理主义立场，一个罪犯嘅痛苦能够换翻几百名市民嘅生命，咁嘅主张系冇错噶。其实今日我唔系要同大家讲咩嘅大道理，我只不过系想提出几个个案嚟帮助大家思考一下乜嘢系啱。乜嘢系错噶啦？咩在座每一位都有机会做到去处长、高级警司、高级嘅执法人员，所以啱同错喺你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不如就等佢天理决定，公理就冇事，自理就要死。亲戚好人，你好嘈啊，拉皮神！我大佬话你好嘈啊，今晚我帮埋你。这个是物品，我们会暂时收起，没问题的，在这里签名。骆天任，你在这里的编号是7701。知道。犯什么事入来？藏毒、制毒。刑期多久？16年4个月。你想申请用探访时间帮你 patient 继续进行心理治疗？是。这个我批准。唔该晒，sir。带佢翻仓。Yes, sir。
入去。喂，多事咩？你顾虑仲系差佬啊？大事同嚟噶，两个人坐低，坐低食饭。坐到我的位置，我食唔走啊！我冇得食啊！我食唔走啊！唔好意思，我杀个人，食个人肉，我唔理你系边个，你送唔送我考到呢边人啊？玩下啫嘛！即刻坐低食饭，唔好再搞嘢。食饭啦！我见过好多连环杀手啊，佢哋好中意痛嗰个感觉，话越痛越有快感。好似好似你咁，冇掂到就鬼杀唔到，好难怪你噶，喺个单亲家庭长大啊！你俾你后父啊后母虐待你噶，教一身都疤痕。系又怕俾人睇小，所以就话同人打交，得人嚟惊你，甚至崇拜你。但有一样嘢我真系谂唔明，点解呢次咁戆居要孭条连环杀人罪咧？你出边执咗好多人，佢入嚟仲安全啲，系咪？嚟啊，睇你食咗个。阿平啊，霍天任你好。听讲你系大学教授嚟嘅，你点搞掂啊？佢住我读犯罪心理学噶。心理学，嗯。咁你睇唔睇得出一个人系真癫定系扮癫啊？睇到。点解啊？同佢倾下偈啦，留意佢讲嘢嘅内容咯。如果係詐癲扮傻，同一個內容咧，好多時候有啲位置都會有出入嘅。但如果係咩都唔肯講咧，咁啊，自己同佢講嘢啦。你不斷同佢傾下偈啊，但係另一方面就留意佢嘅 body language， 眼神望嘅角度啊，眨眼嘅頻率同埋，有陣時我哋喐手指都會出賣到佢啲小動作。但係要去到咁深入，真係要讀翻幾年書。七六一一三。我搬两个纸箱出去，快啲啊！唔该晒先。阿炳 Sir， 我终于调到入嚟 cat A 见你啊！你系咪跳咗掣啊？我上次冇睇错你，今次都唔会。我真系开枪杀咗人，法庭都系咁样判。你可以呃晒所有人，你都呃唔到我杨立清。
冇可能喺一個鐘頭之內可以去到八間銀行開十二個户口。有冇同其他人講過？冇。咁我有新任務俾你。七六一孖三，有人拜你山。爆槍。你条女都死咗咁耐啦，你唔可以理下我嘅咩？大厦嗰边仲未有料到，有叫杨立春嘅，而家入咗嚟惩教，你叫李 Sir 帮我搞掂佢。是我开枪打死苏星柏。喂，阿妹，我杀咗你老味，唔好玩我啊！我杀咗你老味，杀咗你啊！冇人打，我杀咗你啊！病人姚可可，地运。姚可可啱结婚嘅老公俾人谋杀咗，令到佢出现咗创伤后遗症嘅症状，表现得好强烈嘅复仇心理。教授，你中唔中意食鸡蛋仔啊？中意。咁我以后买嚟同你一起食啊。姚可可 Day 5 在治療的過程裡面，病人已經把感情完全轉移到我那裡，她當了我是她死了的丈夫，一起分享很多以前的經歷，我會繼續用移情治療法來醫她。 Michael 啊，我真的很掛著你啊，我很想每天都見到你，跟你一起吃雞蛋仔啊。 Paris， 你要記住啊，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好啊，我答应你，我以后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那就对了。炸他们。
小姐，你以为咁兜嚟兜去就撇得甩我啊？唔好意思，我以前系 CIB 嚟嘅。Sir， 我以前 CIB 警员杨立清，亦都系 Laughing Sir 嘅头马。跟大佬啊，头马。Sorry Sir。Sir， 我离开赤柱嗰阵，发现佢跟踪我，所以我引导佢嚟呢度。阿姐，系你讲错定我听错啊？明明是我用精密的跟踪技巧跟到你回来，你夠膽说你引我来？我立青没那么渣。因为我要做 Live 的联络员，我已熟读了他所有的资料，又怎会不认得你啊？知不知道 Live 是什么？暂时不知道，不过一定是大事。我们查紧个庞大黑警网络，他们组织很严密，而唯一线索在监狱里面，一定是监狱里面有個 cat 呢份叫大切，佢之前是 MB 沙展，我是劉宗切沙展。當我哋要追查黑警嘅時候，佢行出嚟接受，一個人孭曬所有受賄罪名。我是黑警，我是嚟自首嘅。我知道幕後有人指使大切咁做，所以要拉翻入監，向佢埋手。明曬，完全明曬。Sir， 你講曬所有嘢俾我聽，即係預埋我啦。我 check 過曬你。拉菲喺里边需要人帮手。Thank you, sir。礼 sir， 如果冇咩嘢，出翻去做嘢先。礼 sir， 我都出去先。喂，咪住咪住，头先我匿得咁埋，你都见到我啊？七六一孖三，收信。礼 sir 乜都同我讲晒噶啦，而家我全力配合你。呢沓嘢咧系阿边个边个俾你嘅。我拉平，姚可可觉得跛豪嘅死，佢先应该要负上最大嘅责任。佢谂翻起几年前，如果佢帮跛豪打呢场官司，跛豪就唔使坐监，跛豪唔使坐监就唔会发生之后嘅嘢。后来姚可可出现咗精神问题。而帮他治疗的就是霍天任，所以我选了两本霍天任的书给你看。我觉得他的观点有几特别的，不过最巧的是其中一本就是讲监狱，他好像预了自己会入来坐的。我想沖涼啊！冇理佢，快啲去沖。搞基啊！兩條死差佬正屎忽鬼。咁大條拉嘅，當差佢唔差嘢啦。我聽過你啲嘢啊，以前喺 MB 好威喎，破幾單大案，做乜無啦啦認黑警啊？係咪有人逼你啊？我嚟听下，你 Andy 同埋其他华人同学有冇做人啊？讲名嚟听下，教我识唔识点？你唔好问我啦，你唔好问我啦，你做咩啊，先生啊？走！冇埋我嘢，唔想讲啦，拉屎要扑街，唔想讲啦。死佢最大力啲噶啦！我研究过，勒死个人唔会超过两分钟噶咋，你得噶。大姐，走啊！大姐，嘿，谂乜嘢啊？一犹豫佢就会反抗，勒翻你转头噶啦！大力啲咯，唔系佢死唔到啊！你睇下，佢就断你噶啦，争一下啫嘛，嚟啦，勒落去啦！大力啲，佢一定死喺你手上噶！你好似好想接近阿大切咁啊！我以前都当差嘅，想帮佢啫。边个部门？
顾啊。唉，你喺人多嗰阵咧，你背脊就揾嘢挨噶，一唔系咧就头耷耷，俾人认得出咁。你以前做嘅嘢都唔方记得光啦，一定系得罪好多人。卧底啦，仲有咩？你犀利啊！点解又嚟噶？所以谋杀啦，死嗰个你都识噶。咁你咧？俾人害噶，犯罪专家都俾人害。咁股票经纪自己成日都嗨股票噶咯。咁你做警察，又够系黑社会咯。你做咗卧底咁耐，你觉得黑白点样分咧？啱同错系咪有一定嘅定义嘅？即系好似我细个读书咁，个僆仔都穷噶啦，有啲穷到仲要攞公援，但系有啲又唔知咩原因，政府硬系唔批俾佢哋。咁其中我有个同学阿 A 君就好睇唔过眼，咁啊谂咗个办法帮佢做假文件，结果掂咗。咁其他同学见嗰位同学掂咗，就嗌嗰位同学仔帮手咯。咁啊做完一个又一个，一个出资就系咁串补咗。跟住俾人踢出校之后，仲要入埋男童院嗰度。直到而家为止，我觉得我那位同学仔即系犯咗法，而冇犯到罪，所做嘅嘢系百分之百正确，帮人啫嘛，系咪？你个古仔好似仲未讲完喎。你呢个同学 A 跟住就发奋图强，靠自己考入 U 读犯罪学，仲做埋教授。不过就殊途同归。他最后尾都同一个同学 L 一齐喺监狱度踎，仲匿喺篮球架下低，无聊无聊喺度吹水添。其实同学 L 你应该做编剧，你将个剧情衔接得咁顺嘅可以。啱啱接受完检查，医生怀疑佢有精神病，两日后就会送去小榄。佢而家食咗精神科药物，个人呆呆滞滞。呢两日你千祈唔可以搞佢，听到？大师，你冇事啊嘛？我有个 friend 咧，你都识噶，行动部高级助理处长马少光。电话28603-1，毒品调查科总警司蔡锦雄，电话28608850。高级警司何耀龙，电话28608850。而家点啊？喺医院急救紧，唔系多事。教授，教授，你晏昼同大志讲嗰啲咩嚟？点解要挖个神出嚟？呢度讲嘢唔系好方便，我会好快离开呢度，之后再搵机会同你倾。但你要记住，我哋两个系做紧同一样嘢。
蔡小姐，你同被告霍天任系咩关系？霍天任系我以前嘅同居男朋友。被告霍天任向今年五月十六日被控藏毒同制毒罪名，当日喺法庭上高系你令到佢入罪嘅。咁点解突然间你又出嚟帮佢讲好说话呢？我不应该伤害我最爱的人，看着他受到伤害，原来最痛苦的是我自己。我本身是一个化学教授，警方找到的氯胺酮全部都是我在大学实验室做出来的。霍天任他跟我提出分手，我不舍得他，我说如果他离开我，我就屈他制毒和藏毒。是我错，我对你不住，你原谅我了。我真正喜欢的人只得你一个而已。根据证人最新的口供，我的当事人绝对是无辜的，所以恳请法官阁下尽快作出裁决。陪审团以五比二裁定被告霍天任制毒及藏毒罪名不成立，今日当庭释放。Cut。我帮你打甩咗啦，我阿哥唔会俾你有事噶。都话咗你得噶啦，唔该晒。李 Sir 想知道到底大事发生咩事？有人想我查落去，通知李 Sir， 我要尽快出去。大切出事之前，我打到佢少少口风，我怀疑黑警阿头系高级助理处长卓景全。高级警司何耀明，电话28608861，刑事部高级助理处长卓景全，电话28602536。卓景全。卓景全下个月就做警务处长喎。我哋将大事带嚟，其他嘢我会成立。后任警务处长办事能力的确有，辛苦晒阿卓。Thank you。医院已经将大志嘅肾重新接驳，但佢嘅肾功能已经损毁。教授，你将会进行活体肾脏捐赠手术，手术时间是3小时。如果冇问题嘅，我哋会开始麻醉。冇问题，唔该晒医生。一个罪犯嘅痛苦能够换翻几百名市民嘅生命，咁嘅主张系冇错嘅。不过我想听下冇举手嘅人嘅意见。用酷刑系侵犯咗人权，而且。如果那個人是無辜的，我們這樣做就更加不對。嗯，你的說法也很全面，但我會用功利主義的立場去看。根據美國反恐這麼多年的經驗，他們得回來的結論是，用嚴刑逼供得回來的情報可靠性是非常低的。關乎這麼多人的性命，是不是就算得 1% 的機會，我們都應該去試。不如我哋换转一下个问题啊！嗱，
如果要令到疑犯讲出炸弹喺边度，唯一嘅办法系要严刑逼供佢只得五岁嘅女，你哋又会唔会做？爸爸，小智，一个月前佢同小智换咗个肾，佢好翻晒噶啦。但系我明明你要多谢教授，你嘅肾系教授捐俾你嘅。为了你，他睡了整个礼拜病床。我不值得你这样做。你可以为了我们的理念连自己的命都不要。我在一个这么安全舒适的环境给你神你算什么呢？快点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等你归队。拉菲没估错，卓景全有联针是黑市医生，一个月前在黑市买了个肾，帮个细路仔做移植手术。个细路仔是大切的仔。先前我哋一直都谂唔到，点解大切肯做替死鬼？原来就因为佢要帮佢个仔换肾。拉菲喺时候出嚟，执齐资料，喺停车场门口等我。Yes sir。我面前流出好多血，我好惊啊！明明仲记分咗我先同佢讲紧嘢啊！我得廿几岁女啊，我又未去过日本，又未去过欧洲，我做好多嘢都未做啊！我唔想就咁死啊！点解？点解李 Sir 要拣做我做你嘅联络员？为什么要让我发现大次的 case 又可以？突然要我面对这么多人，我根本就不懂怎么去 handle。 我不懂怎么去 handle 啊。卡文，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大家討論的題目是嚴刑逼供。你回來了啊？他們說你去做手術了。是啊，做完了整個星期，醫生才讓我回來。什麼？你很擔心啊？因為我你才會做古惑仔，你隻腳才會搞成這樣。如果你当初唔跟我读书，你唔会有。我而家系冇穿冇懒，放心，我应承过。但你只脚啊，你只脚啊！我只脚做咩啫？咩？冇嘢啊，行得走得，咪冇事喎。真系冇事。冇事啦。
有位心理专家要同你做个心理评估，跟我嚟。上次你话同我做埋同一件事，系咩意思啊？我上次都系估下估下，卡文证实咗啦。你见过卡文？你系保安局派入嚟监狱查黑警嘅卧底，我都系。李卓冇同我讲过，仲有派其他人入嚟。我入嚟同你目的一样，都系要查大切究竟真癫定假癫。佢冇同我讲过有你。佢都冇同我讲过有你。咁你点解释同大姐倾完偈之后，佢就挖咗自己神出嚟？嗰日喺饭堂嗰度，我谂住尽最后机会安抚住佢，睇下佢有啲咩讲。但系佢个样晕晕我，咁后来用颠倒挖咗自己神出嚟，话要救我仔。我肯定当时佢有幻觉。我怀疑有人加多咗好多精神科嘅药物俾佢食。意思是有人不想我哋查到啲咩？而家黎 Sir 死埋，冇人知道我系卧底。有冇谂过逃狱啊？喺呢度，你一世都系杀人犯，行得翻出去，先有机会证明你自己系清白。有可能咩？下个礼拜呢度就系101度嘅防火演习。其实如果我上诉失败，我会嗰日走。你信我，嗰日会好乱。嗰日我同爷哥锁埋一齐。阿 Sir， 我差不多了，唔该晒。行啦。我叫霍天任，系监狱辅导组派我嚟见你。你申请了保护和单人囚禁，是不是这里有人欺负你？我这个死逼仔被人欺负，但我不想那么多应酬。其实我来是想你知道一件事，因为我知道你曾经报读过公开大学又被否决了，而我就是否决你的人。为什么不让我读？读法律做什么？跟自己上诉？读得怎么样？上诉得早咪点咯？拎住张沙纸行出去呢个世界，就会再次俾机会你，系咪？唔好傻啦！有一样嘢叫标签理论，一定系监趸，你一世都系监趸。系啊，我系需要贴地啊！我咪冚得埋就死咗佢啊！个世界玩你，你做咩要俾佢玩先？世界对你唔公平，就要企出嚟同佢抗争，唔满意个建制，行入个建制里边，然后拆散佢。读法律，法律是什么？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由利益既得者定出来保障自己。这个世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亦可以不是现在这样。黑不一定是黑，白不一定就是白。历史上每一场革命都是由犯法开始。我想你加入我哋，一起去改变呢个世界。多上 A 区和 B 区的所有囚犯。
房已经在 B 区 standby。好，准备开始。B 区主闸关闭，副闸准备全开。消防准备。消防开始进入 A 区火灾点 ，B 区囚犯离开 B 区库门。B 区囚犯而家穿越紧 B 区嘅通道。根据2010年财政报告，惩教处利用囚犯工作全年赚取超过3亿，但系实施咗最低工资之后，每个星期工作6日嘅囚犯工资仍然维持500蚊一个月，系最低工资嘅1/10。点会咁噶？囚犯嗰啲生活系统，我即刻处理。你哋话公唔公？一包烟仔交40蚊，但系囚犯嘅人工完全冇调整过。我哋而家系俾一班强权嘅人剥削紧，同埋欺压紧。我哋要反抗，一齐反抗，解放监狱，一齐反抗，解放监狱，一齐反抗。帮啲犯逃走啊！我冇帮犯人逃走，我系阻止班犯人逃走 ，Sir。但现场好多人见到你用消防喉射啲惩教，我射系射班犯人，阻止佢哋跟住走啊！如果唔系我，点知走两个犯咁少啊？但系你射到啲伙计，系班伙计系咁冲埋嚟，自己撞埋水柱度，我冇办法 ，Sir。教授，文明不愿见面，你好。你要见的人我带了来，唔该晒。介绍你识沙宝优小姐，识得佢啊？咁三个佢话晒事，但咁又点啫？咪死毒贩一个。你中嗰啲罂粟，毒害紧全世界。我谂你唔系好了解佢哋同埋金三角。你知唔知以前金三角系种乜都种唔到嘅地方？唯一可以种嘅，只有系罂粟。我唔知道你点睇罂粟。
不過我就認為佢係全世界最靚嘅花，因為佢代表咗我哋嘅生計，佢可以俾我哋生存。只要我哋能夠繼續生存，我就會繼續種恩叔。我根本都唔介意你叫我乜。你害緊幾多人？你知唔知啊？但你知唔知佢哋都係俾人害？當年歐洲人要擴張殖民主義，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搞咗個鴉片貿易，將罂粟嘅種子帶咗去金三角，仲教當地人點樣種植。當地人辛辛苦苦用自己嘅勞力去養活自己，俾好多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嘅人，一日到黑只係諗炒股票、炒樓、投機、投資，你食我，我食你嘅人，更加值得尊重。今次我第二次嚟香港做交易，我上次做交易嘅時候出咗一啲意外，嗰次令到我損失慘重。我嗰度嘅人足足懷咗三個月同我。聽日我會同一班喺你眼中認為不法嘅警察做一單交易，到時候你咪可以睇到究竟邊個先至係真正毒害呢個社會嘅人。警署，冇紧张，睇埋来先。我想你知道我哋系做紧啲乜嘢。阿生，你请先。好啊。我到底哪家先？皮皮，三不要，唔好一错再错。俾啲槍我，你想點啊？我同你講過幾多次唔好販毒，你有冇聽我講？喺十五年前，你話要立國要用好多錢，我盡此一搏，結果就喺度判咗三十年，呢就販毒嘅結果。呢十五年裏邊，我每一日都諗住方法救你出嚟。我唔使你救我出嚟，我最後認得。你要我投降唔係幫我，係想救爺波。你親口講過。唯有翻我哋自己嘅国旗，有翻我哋自己嘅尊严，系咪？我从来都冇忘记过。咁你继续做恩叔？我可以唔做恩叔咩？我唔做恩叔死好多人啊！咁你自己话，为咗做恩叔，我同个政府军同其他嘅毒品拼我几条性命，死我几多人？你又知唔知你坐监嗰时，我话俾我死几多人？你咪系咪你？
有这个必要吗？我真的很想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和理念是什么。什么理念？五百米不是警察和毒贩勾结？ Nothing， 我没有拿过毒品出来的，相反的毒品全部都是卓景全拿出来的。教授他很有想法，卓景全将充公回来的毒品交给我们找金主，我们找到金主和他成交的时候，他走出来做警察的本分，拉人冲货，将最害人的金主全部拉晒，这些毒品可以循环再卖。如果我们跟着这个方法去做的话，我们以后根本就不需要种任何毒品。不过我爸不知道。爷波没错，我也没错，你犯紧法啊！爷波的死没人想的，是一个意外来的。什么犯法？你知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犯法？是因为在合法途径，他得不到这个世界公平地对待，他只可以用非法的手段去拿他自己要的东西。你告诉我，为什么同性恋是犯法？为什么安乐死又是犯法？因为法律是人定的嘛。但是为什么要我们去遵守人家定出来又不公平的法律呢？我觉得目标正确就可以了，是吧？加入我们。不好意思，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识，但加在一起我就完全听不懂。我只是知道我一定会阻止你们。要怎么阻止我们呢？用什么身份阻止我们？你的身份是逃犯，你对我们根本没威胁。这位先生，我想要给他时间他想清楚，可不可以给他回去考虑一下呢？放了他。好好 keep 住你自己的东西，他可以帮你拿回你要的身份。不是考警察，我不知道怎样 handle 一个逃犯啊！我不是逃犯，你知道我是无辜的。你不要逼我啦！我都我只是个普通 OL 啦。乜嘢普通啫？系咪普通就可以咩都唔理嘅？睇到人散放火都可以袖手旁观啊！我都是一个普通警察，但就算几普通，世界上有啲嘢我哋都一定要去做噶啦。真系冇谂过件事会发生。做大事就梗系有牺牲啦。迟都要金三角氹你，带埋你女朋友去啊！我想俾你哋睇下最邪恶、最美丽嘅恩泽花。觉得系咪好似咧？我哋去过嗰片金黄色嘅芦苇田咁噶？他是我的 patient 嚟噶，只不过佢当咗我系佢老公。佢精神有问题，睇下你点睇咯。喺呢个世界，你顺从权力嘅就系正常，唔配合主流社会嘅要求就有病噶啦。佢而家呢个状态，佢潜意识拣最舒服、最开心嘅生存状态。我唔认为咁系有问题咯。嗯。其实佢老公你都识噶。
一早都知道沙普有女人嚟啦，不过估唔到一个咁靓女人啫。咁你就要好好地把握，望多两下。二太会争你成亿美金毒品数，你使得晒我吗？你系咪真系以为我唔敢受你啊？如果个个好似你咁样走数，我嗰度啲人食咩啊？你知唔知佢哋每日做到身水身汗，得到啲咩？就得到全世界对我哋嘅臭骂，还每个月$50美金，就系够一个人嘅生活咋？你哋以太会做过啲咩啊？你连乜都唔使做，求其做个中介人就可以赚最多嘅钱。呢个咩世界啊？呢个世界就系识得帮你哋资本主义去吸干我哋劳动人民嘅血汗。$100你哋赚赚$99，我忍你。咁剩翻个$1，点解唔俾我哋啊？吓？我冇钱拎翻去，我嗰度啲人就会死。迟一日我哋就会死一个僆仔啊！我都唔死得，完成咗我老婆，快接佢。我知道二太会瑞士银行户口里面有钱，我而家揾紧办法攞出嚟，我好快有钱还俾你嘅。好，我俾5个僆仔条命你，讲佢。五日后还钱俾你。你要嘅嘢系呢几年所有教授堂嘅警务人员名单，卓景全同大切，佢哋5年前已经开始参与教授同警方合作嘅课程，佢哋嘅出席率比平均超出咗200%。仲有，你睇下呢度，警方喺屯门破获嘅跨国贩毒案经过连日点算之后，搜出嘅可卡因总共有567公斤，市值高达6亿元，系本港历嚟最大宗嘅可卡因案，有5男3女落网，包括香港人同佢哥伦比亚籍嘅妻子。而较早前被捕嘅6个外籍人士已经被落案控告贩毒，听日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之前帶我見過刑事檢控專員，他們應該肯見我。這兩樣東西你和我交給他，他見完你之後還想見我，你安排。我对你唔住。礼 Sir 死咗之后，教授揾过我，
我認同佢嘅理念，但我真係過唔到我自己個關啊！我出賣咗你。我上次都是估下估下，他们清楚咗，你要他呢两样嘢，你同我交俾佢。佢见完你之后，仲想见我嘅，你安排。原来你系教授嘅人。其实教授一直都想你同佢同一阵线噶。冇可能。佢留低你条命，你冇必要同佢作对啊！我系警察。我和罪犯永远都不会是朋友啊！他是犯法，他不是犯罪啊！他是一个革命家，革命本身就需要流血的，拉菲，你信下教授啦！他真的想改变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啊！个世界是要改变，但是不是用他的方法啊！同墙铁壁和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那边。看來你的教授沒給我一條生路，我教授，你慢。我神在大志身上，他死了就好像我一部分都死了。那他很奇怪。线人和警察，坐管和卧底，一个杀人，一个报仇，他们两个对不对？那你都挺残忍的、啊、我对人不残忍，只是对关心自己人残忍。无论对着谁，必要时都要开枪。但他这样都放过你，都当你是兄弟、啊、他放我因为他是警察、哦、他除了是警察之外，他还是死者的老公。我覺得你呢鋪
賭得太大，定還是為了戒指入邊嘅密碼咧？為咗以太會喺瑞士銀行攞六億美金？不過可惜啊，啲戒指爛曬。沙普有牌嚟嘅，我唔知邊個沙普有，睇嚟都估錯曬啲嘢。不過我覺得你知得太多。頭先你話咧，佢放過你係因為佢係警察。嗱呢句你講得最錯啦，因為我係警察。佢犧牲係有價值嘅，一切都唔會白費。你話大志應該死我，咁卡文咧？喺你叫大志去殺拉菲。我佩服教授，为了保住你做咩，可以咁样伤害自己嘅身体。我陆小姐都好感激佢。你要感激教授，唔系靠把口。有两个人对教授好危险，一个系拉炳，我知道你应该点做。另一个系你，我应承你。会好好照顾你的儿子。大志本来就应该死在监狱里面，他保得住自己的命，我就不想他再死。其实说真的，你我大志都是同路人，是可能职权我有上下，但是始终是自己人，你用那个方法对付他是违背了我们的原则，还牺牲了卡文。下个礼拜我就做了一个，全香港警察就听我指挥，这个时候有什么差池，我们就前功尽废。其实卡文死之前我一直监定他跟拉菲的对话，我承认我的确是很不开心，但我没有怪过他，也没有想过卡文是要死。嘢发生，你唔再犯同样嘅错误。呢段片我只要留翻你自己睇，作为私人珍藏。我衷心希望下个星期你可以好好咁做你嘅一个。恭喜曬！Yeah.
我现在好想打死他。退后啊！还有，我要见霍天任，三分钟之内，我要见到他站在我面前。落咗龙帘。你死路一条噶，死我预咗。不过我死之前，我唔会俾你控制到三名香港警察。拉你，我霍天佑，我跟男仔入嚟，你系想见我？咁打开道门啦。花飞冇乱嚟，同我哋合作啊！我保证你唔会有事。杀人逃犯，挟持警队一个，咁都可以话冇事？你当你自己系神？我话咗冇事就唔会有事，我可以帮你攞翻你嘅身份，系咩？如果咁样咧，如果要打死他，你才肯考虑跟我合作的，我完全不介意。卓景全，你听到啦，你同只蚁冇乜分别嘅，你系生系死，他根本一啲都不会在乎。大志可以为了卓 Sir 一句说话牺牲自己，我想卓 Sir 亦都可以为了个理念去牺牲嘅，系咪卓 Sir？ 开枪啦！点解唔开枪？砰！一声之后，你会觉得好满足，咩怨念都冇晒。你就系要呢个感觉，系咪？点解唔开枪？系，你仲未掟眼仔，所以决定唔开。我喺法庭听过你自辩，你话你自己做过四次卧底，系现役警员做得卧底最多嘅一个。可能因为你做得卧底做得太多，所以喺呢个世界黑白开始模糊。啱同錯已經冇界線，所以你每次決定，你要靠個銀仔，因為有咩事都係銀仔嘅錯。拉警，你知唔？呢個世界唔應該係咁，亦都可以唔係咁。加入我哋，一齊改變呢個世界，黑白相容嘅理念，你應該比其他人更加清楚。教授，你讲嘢真系好叻，我每次听完都好感动。但你讲嗰啲嘢，我一啲都听唔明，我亦都唔想明。不过有句说话，我就非常之认同。David，我只有办法，冇犯罪，系你教我噶，系咪啊？我已经起晒你底。你喺美国读书嘅时候，为咗宣扬你嘅理念，带住一班人冲入一间连锁快餐店嗰度捣乱。你喺单亲家庭长大，你细个嗰时患过严重嘅抑郁症，试过企图自杀，你而家仲有冇谂起要自杀？但我唔会俾你死得咁易，如果一枪打死你，就冇人知道你犯过嘅罪行。唔使掟眼镜咩？呢个俾你，1997年嘅5蚊银，喺木厂度有人执嘅，因为我系警察。认唔认得我？系你教我噶，个世界要玩你，你就唔可以俾佢玩。个世界对你唔公平，你就要行出同佢抗争。我听神讲嘅嘢，做咩要杀我啊？你知唔知啊？铜墙铁壁同鸡蛋之间，我哋永远企喺鸡蛋嗰边。你唔中人哋剥削你，你就唔可以剥削人哋，更加唔应该依赖于他人。唔应该分翻错世界嘅人做嘢。你违背咗我哋嘅理念，你做错咗。教授，应承我照顾 Paris。你搵人杀死低哥，系佢违背咗我理念，所以我唔想你两个行埋同一条路。
仲有，我要见方天任，三分钟之内我要见到佢企喺我面前。如果一枪打死你，就冇人知道你犯咗罪行。唔使掟眼镜咩？借个俾你啊！喺木厂度有人执影，系你搵人杀死跛哥，系佢违背咗我理念。其实犯法和犯罪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某一些人之所以要去犯法，是因为在合法途径他们得不到这个世界公平地对待，他们就要用非法的手段去拿回本来他们应得的东西。所以公平和公义对于这个世界非常之重要。的确见过的，我哋喺死者 Jody 身上揾到张器官捐赠卡，你哋会唔会依照佢遗爱人间嘅心愿呢？仲有见到啲咩虫啊？仲有见到几种啦？追求理想世界未必需要流血，世界上有 Jody 呢种人，我哋已经活喺一个理想嘅世界。I have a dream today.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亦都可以不是。